近日 ，Lisa 导师遭到海外极端黑粉的死亡威胁，该黑粉称已经准备好了枪，光看文字就让人后背发凉，这些人简直太可怕了。随后引发网友热议，她只是个女生啊，这是有什么血海深仇？目前粉丝都在积极想妥善应对措施，希望 YG 能够保护好她。